后呢，一样有做两穿法，大家可以穿成一字眼穿法或是正肩的穿法。我的话是这种米杏底配上蓝色的这些波西米亚的织纹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刘海边是深蓝色底配上米杏色的这些花纹。它这边的话，它是有做雕花镂空的，超级厉害，它的拼接是非常高级的那种。腰部这边的话都是有空间，下摆是做这种小蓬蓬的样子，有点娃娃领的感觉。然后手袖这边的话也是做蓬蓬领，也可以拉一字领，然后也可以像我这样正常穿都可以。它其实有点像是衬衫布的感觉，它是这种滑滑的面料，它呢穿上去有点冰冰的凉感。它其实有一点这样子垂坠下来，然后这边的抓皱也都非常的好看。公主袖我觉得宽肩膀女生完全不用去担心，因为呢它是这种比较垂坠感的布料，它是这样子顺顺贴下来，只有在手袖这边的弹性有一点微微包，我觉得会添加它的浪漫感。